修罗族之后，我想你的身世，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，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 那我的母亲呢？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她把你交给了我。应渊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。 于是，抹去你额上的黑纹，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，应渊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，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